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在分享今天这一点点的从神的话语来的领受之前，我还是要提醒你，打开圣经，读神的话。特别这段时间，我们不是一系列的讲圣经，而是从圣经里面我们整体来看一些专题性的，我们在讲到有关于说话，说话的智慧，说话的艺术。但是我还是要鼓励你每天有系统的读你自己，你自己读神的话，而且主真的知道，主知道你的光景，主知道你生命的景况，主知道你正在面对些什么。主的话会成为你的力量，会光照你，会指引你，也会提醒，甚至有的时候在你生命里面踩刹车。上帝的话成为你里面极大的丰富和恩典。打开圣经，读神的话。这段时间我们分享到说，有关于说话，说话真的很需要智慧。如果不是靠着神的恩典，常常我们不自觉的就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很负面的，很伤人的，很挫折别人的，比如说一些批评论断的话。昨天和你分享，批评论断有一个问题，不是不可以，我明明看到别人做错了，我不应该提醒他吗？我不应该指出他的毛病吗？好，不是好朋友就是应该这样吗？兄弟不就是应该这样吗？但是圣经提醒我们，先处理自己，先把我的问题解决，免得明明是我的眼镜脏，而我到处说你们怎么都是灰尘，其实不是别人是灰尘，是我自己先解决我的问题。而当我不先面对自己的时候，我老是在挑别人毛病的时候，其实我是把我自己放在一个审判官的地位，好像我是对的，以我做标准，以我做标准，比我快的人你们太快了，比我慢的人你们老是慢，我是标准，但是我不是标准啊。我们常常讲一句话，说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当我站在那里好像审判官一样，说我要决定谁对谁错的时候，是以我为标准。可是我们要不要承认我不是标准？我要读一段圣经的话给你听。每一次读到那里的时候，我都被提醒，圣经上说时候如果还没有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。那么什么是时候到了呢？后面说只等主来。当主来的时候，他要照出人暗中的隐情，因为很多黑暗中的隐情是我根本不知道的，我看不清楚，我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，我不知道我现在看到他们两个人吵架，好像他欺负在他，但是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。但是主知道，主来的时候，他会照出暗中的隐情，以至于呢，他也会显明人心里的意念。我看到的是他骂他，我看到的是他说什么，但是人的心中是怎么想的，你根本不知道。暗中，这里面讲到说，暗中的隐情、心里的意念，都是外面看不见的，以至于我们必须承认。我不是审判官，因为有很多事情我看不清楚，承认我看不清楚，把审判的主权交给神。你也常常把自己当作审判官吗？求主提醒你，我们根本看不清楚，我们的资讯不足，我们怎么下判断呢？把审判权还给这一位全知的主。Oh.
你。